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大家好，我是郑英杰，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四月期指今天出现了一段开高走低的盘势，中场现货小涨30点，四月期指则小涨了16点。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整个四月期指今天的当冲走势图。今天整个四月期指呢，受到欧美股市大涨的影响来开高，开高之后呢，震荡走低。哦，开高震荡走低，开高走低，那中场呢只有变成小涨。我们来看两个关键的转折点。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最高点，它叫9772点，在9点02分之后出现。那今天的最低点叫9721，在11点15分出现。今天的当冲区间呢其实不大也不小，诶，大概50点左右，有51点的一个区间。那么在今天的行情里面，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投资朋友呢，这个因为站错边呢而赔到钱。哦，所以在今天呢，可能又很懊恼。其实老实说哈，很多投资朋友呢，都很容易因为美国股市呢的一个大涨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影响，然后跟随着美国股市来操作。就像今天为什么你会赔钱？你一定是看到欧美股市的大涨，所以你也想要怎样跟着去做多。那么请导播拉近一下，如果在今天早上这个右多盘这里啊，你站错边，你还不知道要在这里赶快去空的话，那你当然你今天是赚不到钱啦、所以在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什么样的一个观念？操作其实你想要赚钱啦、各位一定要有两个条件，方向你绝对不能搞错啊，这方向很重要、你看像今天应该要去做空的，你在这地方跑去做多，这方向错了，方向做错了，你就没救了，你知道吗？今天早盘这方向做错了，你只要跑去做多，然后眼巴巴的看着它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跌到最后面收盘了，你把它砍掉了，这个绝对没救，这方向绝对不能错，方向错了 key 掉料一样。好、我讲过期货的方向很重要，方向一定要对，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当冲的转折你要会抓，方向对了，转折对了，你当然就胜利了。老师，这两件事情都要对很难呢、真的会很难吗？各位，我讲过一点都不难，你的依据是什么？你的操作的依据跟逻辑是什么？我讲过了，我说如果你的依据是固定的话，这一点都不难。那什么样的依据是固定的呢？各位来看一下，我说过你只要跟着我做，你卖个给咬啊，我已经把卡西卖个给咬啊，你跟着我做，我讲什么你就做什么，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我告诉你什么方向你就去做什么方向。哦，这就是亚洲棋王的人脑。那我的仙人指路告诉你转折，你把这个方向再结合这个转折，你就不会错过任何行情了。我说过我的扣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会员方向，这方向绝对不能错嘛。为什么？我说今天很多人方向做错了，早盘这个地方方向做错了，你就欧游啊，欧阿米你啊，你听我意思哦。所以方向一定要对，转折也要对。那方向怎么对？来，各位，方向想要对的话，你就跟着我做。老师，那转折要怎么对？这个转折要怎么对？转折很简单，转折你想要对的话，来，这个软体你带回去，你自然转折就会对了。这样一来，你就不会错过任何行情。老师，真的是这样吗？那你今天怎么做？来，直接看一下今天这个盘啊，导播拉近。早盘啊，其实老实说啊，我也是很偏多看待。那毕竟跌了那么多天嘛，我心态也是偏多，但是不是因为美国大涨，我的心态偏多是认为今天会反弹。但是我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我发现这个现货开盘之后来拉上去，来拉进来，这个出现这最高9772之后，它就再也冲不上去了，这个气势没有很强，所以来到9点09分，各位，我观察完高点之后，我决定试驾做空。我说过了，这个啊要懂得随机应变啊，不是说看多就一定看多，不是这样死定定啊，不是说美国大涨你就要跟着去做多啊，不是操作，不是这样死定定啊。如果你做不到这件事情，你跟着郑英杰来做，你看像郑英杰，来，各位，9点09分，当你还在那边报多单的时候，郑英杰已经试驾做空了。我们来看一下指令，四月期指报价9750附近，你收到讯息之后不要管价位多少，试驾做空。你有没有看到我跟你的想法永远都是相反？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战胜市场而你不行？因为你总是站在错误的一边，你懂我意思吗？那你看到我的call讯为什么总是跟你相反？因为我都是用客观的判断，我不会因为美国大涨跑去做空做多。
相反的，我在9:09，我看到盘上不去了，我试价放空，而且我告诉会员，当时的价位在9750附近。收到讯息之后，不要管价位多少，试价做空至少两口大台。我说多空方向啊，你绝对不能搞错，这个我经常在讲，而且可以说几乎天天都在讲。你搞错，今天就完蛋了。你今天只要搞错方向，你今天就完蛋了，就绝对完蛋哦。但是曾老师一定会带着你站对边。来，今天9:09，9750做空，你可以去对价对时，这绝对能成交，哦，这绝对能成交，至少两口大台。好，我刚刚讲了，除了跟着曾老师的扣讯做之外，你的方向不会错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的转折要对啊，你方向对了，转折也要对，两个加起来才会胜利。来，那我说过一件事情哦，当这个空单进场之后啊，你必须要在哪个点位出场？各位，这次我是不是讲过，你必须要在哪里出场？各位收完盘你都知道，最好是能够在这个9721这里出场，对不对？来拉近，这9721是不是今天最低点？但是这是收完盘啦、啊，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事先知道9721它就是低点？我说有，你只要把我的软体带回去，你就能够掌握到这个转折。真的是这样吗？来，我们来看一下，任何一笔的操作，我讲过，你只要进场之后，你的停利点一定要事先知道，停损点你也事先可以设好，这没问题。进场之后，你的停利点这一点哦，停利点你有看吗？这个停利点很重要。你进场之后，停利点一定要事先知道，才能使你的交易怎样效率化。你来看哦，今天收盘收多少？来，导播拉近。你今天如果空在9750啊，你不知道要补在这个地方低点的话，各位，你到收盘等于怎样？几乎没什么赚钱。但是如果你有方法知道说能够补在这个低点的话，再拉近一下。你今天的操作就很有效率咯。来，我们来看一下，才能使你的交易效率化哦。所以你一定要事先知道这个停利点。老师真的有这种方法吗？我说有，你把软体带回去，绝对有。真的是这样吗？来，我们来看一下，当你进场之后，打开我的软体，8:46，它会给你一个支撑转折。你有看到支撑转折？支撑转折是干什么？是空单要停利的一个参考点。有没有很清楚的告诉你？有。那这点位到底是多少？它告诉我们9724，而且要预挂做多。各位，我们软体的功能是在干嘛？是在抓转折，不是在那边冲来冲去的红买绿卖。我们这一套仙人指数智慧版跟台面上其他的软体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为转折专门，它是专门设计，哦，它的程式专门是来抓这个当冲转折的。哦，你听我意思，专门来针对这个当冲转折的，不是在那边红买绿卖。哦，大家用八柜来八柜去，大家用多空双八，不是这样。哦，所以你来看一下，当这个转折点在8:46，你都已经能够看到软体都事先知道9724的时候，你的空单会不会补了？你当然会补啊！你来看哦，来，你这个空单什么时候做的？来拉近，这9:09做的呢？你这个进场之后，哎，这个数据在8:46就出来，你怎么可能不会？9724嘛，好，来做空停利看支撑，8:46仙人指路帮你规划，9750放空，9724出掉，跌多少？跌了52点，接着9724多单进场，又是两口大台。来，导播拉近一下，这个9724啊，距离今天低点啊，只有3点的距离。你说如果能补在这里，是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当然是啊。好，这补完之后11:59，提醒会员，所有软体的转折点部位，一律怎样？只操作当中，完全不要留仓，只要怎样？没有打到25点停损，一律怎样？收盘价给他出清，明天再操作。所以这个讯息结合软体。我说了，你的进出要有依据，讯息结合软体进出有据，9750放空，9724出掉，跌52点，9724你再给它做多一趟，来到收盘9737出掉，涨了26点。你来看哦，如果你不能事先知道这9724的话，你这个空单啊，补在这个9737啊，等于只有怎样，小赚26点。对不对？这50嘛，这37嘛，两口嘛，只有小赚26。但是如果你能够事先抓到这个转折9724的话，你是不是多了这一段52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来看哦，这一张字卡有没有很重要？很重要哦。任何一笔操作啊，你进场之后，你的停利点一定要事先知道，这很重要，才能够使你的交易更有效率，更有效率。你听我意思吗？所以今天呢，你还可以看到，今天如果你跟着我们做，各位早盘冲不上去的时候，你跟着曾老师来放空，杀到9724出掉52点，9724做多，来到收盘再涨26点，两段交易78点。又是愉快的一天，对不对？怎么会赚不到钱呢？你懂我意思吗？当然，很多投资朋友可能会对于我们电视上这样的一个操作会怀疑，老师，你这个软体啊，导播拉近，会不会是事后做造假的？这很多人很喜欢问这种问题，老师，你这个
电视上所讲的这操作真的是这样吗？我以后每天都一定会讲一张字卡，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字卡。来，这张字卡是这样写的：我说我的节目内容里面，请你放心，而后也一样，过去、现在、未来都一样，只要在电视里面你看到的文字简讯，还有软体画面，它绝对都是真的。只要文字简讯或者是软体画面、时间、价位，它只要是假的，我可以接受无条件退费。你所缴的会费，我一毛都不会收。好，这样讲够明白了，所以我希望下次有观众朋友、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的话，不要再问说老师电视上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个人很讨厌听到这种话。你懂我意思吗？我个人很讨厌听到这种话。如果你要问这种话，你就不要打来。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们这个诚信宣言，这诚信宣言我再讲一遍，我在电视里面所讲的这个文字简讯哦，比如说，来各位，今天9:09市价做空，这个文字简讯，它的时间跟这个价位只要是假的，我退还会费给你。再来软体画面，来导播拉近，8:46这个时间，还有9724这个数据，它只要是假的，它只要是假的哦，时间价位只要假的，我无条件退还会费。啊，这样够清楚了吧？好、哦，所以今天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各位，它叫做涨跌78点的机会。当然，电视节目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投资警语的宣导，避免误导不特定人。我们要做一个严正声明：本节目内容只是一个操盘模组分析节目，我们不招揽，我们也不广告，投资人要自行评估判断。节目中所有的操盘模组分析，仅只分析指数的涨跌点数，并不是论述操作绩效点数。期权操作报酬风险并存，无法保证确可获利。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那么在今天，除了这个期指的一个操作之外，当然了、啊，明天就是四月的一个怎样期指的一个结算以及选择权的结算。今天的选择权我们也有做哦。问题是这个选择权，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收看我的节目。哦，因为在这个曾英杰的分析师节目里面，我现在另外额外开了一个亚洲拳王的节目。你说我这节目啊，完全在讲期货，但是我另外哦，每天我在录制了一场亚洲拳王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在晚间的9:30到10:00，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都有运通财经台，完全在分析周选择权的策略，哦，完全在分析周选择权的买方策略以及卖方策略。所以今天的选择权我们也有做，但这节目的时间不够，所以我来另外开一个节目来讲选择权。你有兴趣想要看的，你也可以去收看我们的这个亚洲拳王的节目。那另外一点，我还是要提醒投资朋友哦，从现在开始啊，你只要看到侧标，你加入我们的好友，加好友看讯息。老师，这什么意思？来，各位你来看一下，你加入我的 Line at 哦，这个 ID 写在这里，小老鼠 OPTION188， 小老鼠 OPTION。188数字的188，我给我念一次，小老鼠 OPTION188。 老师加入这有什么好看？各位，很多人不懂选择权，我们现在透过这个有在试戴选择权，试戴。很多观众朋友很喜欢打电话进来，老师你这有在试戴？有，我直接告诉你有试戴。这个试戴就是加入 LINE， 我们用 LINE 来试戴，加入好友我们用讯息来带你做，加入好友分享讯息，加入好友分享讯息，就是说用扣讯啊，用这个 LINE 的扣讯啊， LINE 的讯息啊，来带你做周选择权实战哦，六环友实战操作策略，及时的金融动态消息，完全免费，六环友免费，免钱六环友提供分享，我们透过 LINE 每天给你交易策略，哦，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对于选择权你想了解的，各位侧标 LINE 就给他加入，这专门只带选择权，哦，只带选择权哦。哦，只带选择权的，我讲一概，加干那些情形之后，这只带选择权，免费的提供分享。哦，那如果说老师，可是我只会做期货，不会做选择权怎么办？很简单，来各位，把我的扣讯带回去，把我的软体带回去，你的方向你就会做了，你的转折你就会抓了。方向看不懂的话，转折不会抓的话，让我来帮你。怎么帮你？首先方向看不懂，我的扣讯会带你方向，多空方向你不用猜，我的扣讯会告诉你很明确的方向。我的扣讯一定会给你很明确的方向，你懂我意思吗？来，再来，转折如果你不会抓没关系，来各位，这个软体你把它带回去，两个一起带，哦，两个一起带，这两个结合起来力量才会大，让你看得到也吃得到，哦，你来看一下像今天的操作，看得到吃得到是什么意思？老师，当然就是要看得到行情，过来探得到啊。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9750放空这方向，转折呢就是软体9724，
你是不是就能看得到吃得到？当然了、啊，78点，对不对？所以有兴趣，你想要跟着曾老师做期货的话，中场资讯好好把握利用。我们稍作休息，大家回到节目现场，谢谢各位。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古巷绿咖喱新上市。亲爱的投资朋友，亲爱的投资朋友，为了帮助全国投资朋友迎战棋子当中，迎战棋子当中，曾老师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欢乐组合套餐，迎战四支架，迎战四支架，棋王的当冲讯息，棋王的当冲讯息，再加上棋王的操盘软体，棋王的操盘软体，两项商品选一项，三个月28800，这两项商品任君选一项，28800三个月，两项商品同时一起选，三个月38800，两项一起选，两项一起选，三个月38800，迎战棋子刻不容缓，速拨迎战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刺青是一件很耗时耗精神的工作，请帮我刺英雄气概。一副精致的刺青作品，往往是数百个小时的工艺结晶。好了，你看看，呀，这是什么？英雄气概，盖在哪里？你家垃圾桶盖。你累了吗？宝利达蛮牛，精力充沛。宝利达蛮牛。迎战棋子当冲操作，你必须用对方法，跟对专业人士，用对专业工具。迎战棋子当冲，欢乐组合套餐，棋王当冲讯息，棋王操盘软体，两样商品选一项，三个月28800，两项商品一起选，三个月38800。迎战棋子刻不容缓，是立即要做的事情。速拨迎战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古巷绿咖喱新上市。棋王团队期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02-2578-3777。倒着喷也 OK 哦，我喷都发底啊！别忘了草本驱蚊系列。迎战棋子当冲操作，你必须用对方法，跟对专业人士，用对专业工具。迎战棋子当冲，欢乐组合套餐。棋王当冲讯息，棋王操盘软体，两样商品选一项，三个月28800，两项商品一起选，三个月38800。迎战棋子刻不容缓，是立即要做的事情。速拨迎战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家庭主妇手艺要好 ，HCG 厨房五宝一样都不能少，超强火力又节能。大火炒菜味道好，油烟一点都跑不掉。租家唔加扣扣扫哦，碗盘洗好 ，My Spa 杀菌除臭卫生好。加租贵庚，奶奶去洗辛苦，放轻松。早咖无 HCG， 行行拢熟悉，厨房五宝 HCG。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棋子的当冲啊，到底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说一定有，绝对有，只是你还没发现而已。老师，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棋子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来，跟我们来看一下，棋子成功的秘诀其实两句话而已嘛。这两句话你去看一下哦。首先，这个多空方向不能错，然后高低转折要掌握。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是废话，老师我也知道啊，多空方向不能错，可是我就常常错啊。那老师我也知道高低转折要掌握，但是我常常都不知道高低点啊。它虽然是废话，但是它也是对的话，你懂我意思吗？它虽然是废话，但是它也是至理名言，只是很多人做不到而已嘛。
好，那现在这方法你知道了，可是你做不到怎么办？我讲过了，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跟一个做得到的人来做就好了嘛。啊，这样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就好像我常常讲的一个例子，你考试你不会写，你分数很烂很低，旁边有一个常常考高分，他写什么你跟着他写什么，你的分数不就会提高了，被变高了吗？这是捷径嘛，哦，这是捷径嘛。当然就是读书考试的话，这算是投机取巧，我不赞成。但是我说的是操作，如果你真的做不来的话，你就不要硬撑，不要老是想要靠自己，自己明明就没那个本事，然后呢还不认输，结果越做钱赔越多。那你来看一下，那这个到底这个多空方向怎么样才不会错，高低转折要怎么样才能掌握，就很简单，你就把我的扣讯来，各位你来看一下，我这扣讯都很清楚，会给你明确的方向，像今天9750做空，这方向有没有很明确嘛？这空单空完之后，你说老师高低转折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他会告诉你嘛，你不用猜嘛，为什么要猜呢？奇怪了嘞，你真的猜得那么准的话，你就不会看我节目了嘛，不要猜，8:46不需要猜，支撑转折空单停利场有9724，这哪需要猜？这个背单系在哪混了，跟你报啊嘛，你背单系在哪混了，怎样干不需要个月，唔免个月啊。来，各位，那这个支撑呢？你知道之后，你看你是9750放空，9724给它出掉，是不是就52点了？10000多块耶。9724再做多一趟，来，各位到收盘，全部收盘价出掉这一段9724到收盘，来涨26点，52+26，请你告诉我是不是78？那操作没有很难啊，只是你的依据有没有固定？如果你真的做不来，如果你真的赢不了，你就承认这个事实，跟着一个做得到的人来做就好。你真的做不到，不要硬撑，那钱哦，不是刷拉卡。不要每天都是抱着想试看看的心态，然后钱越输越多，到最后输到没钱，打电话来我们公司都说你的资金只剩5万，只剩3万，那谁帮得了你啊？你剩5万，剩3万，你连一口大台都没办法做，我怎么帮你啊？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输到已经快没钱了，甚至于现在很多嘞，一两个啦，没有很多啦，已经没什么钱啊，你知道？我说老师，我存5万而已啊，我不知道对你走啊，你卡来要冲啊？那天今晚天我要跟我一说，不要输到那个程度才想要来求救，有那黑美湖啊，我也帮不了你，因为你没有钱跟我做，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真的做不来，你不要硬撑，你就按部就班，我讲什么你就做什么，卖给搞。而市场啊，很多散户啊，很喜欢自作聪明，包含跟我的会员也一样，很多跟了我的会员之后，有一些自作聪明，常常被我骂得很惨。我最讨厌自作聪明的会员，我还靠告诉会员这件事情。来，各位，这今天78点，老师，那昨天呢？各位，昨天这个杀下来再弹上去，4+9729给他放空，一样嘛。我讲什么你就做什么。那放空之后，老师，那转折点呢？来，8:469688，各位，昨天最低多少？9680，哪需要猜？你这一段放空下来，这一段坐落上去，昨天收盘，来，各位，放空下来82点啊。这个做多到收盘68点，做了150点了。那这两天有什么不一样？都一样啊。你只要跟着我的方向，我不会害你，因为害你我也没好处。我真的害你输钱，你的钱也不是我赢走了嘛。你懂我意思吗？我只会帮助你，让你赚钱。你赚钱，你才有可能跟我一起合作下去。所以我会尽全力，我会尽全力的帮助你，让你赚钱。我不会害你。你懂我意思吗？你看像这两天，你又错过了多少机会？来，今天78点。你自己在那边做多，然后赔了一屁股。昨天150点，两天都用同样的方法，所以你相信我，跟着我绝对错不了，哦，绝对错不了。而且我讲过了，我这个电视节目所讲的都是真的，时间价位假的，你缴的钱我会退还给你。哦，懂我意思吗？那另外一点我再讲一遍，很多人不懂选择权，没关系，我现在有用 LINE 在带选择权，免钱耶。哦，这叫试带，哦，这个就是 LINE 的 ID， 小老鼠 OPTION。我个两只盖小老鼠 ，OPTION188， 这是我的 LINE@。加入之后，我们会带你做选择权。我希望国人呐，啊，的选择权专业知识能提升。那你说这个带我会带什么？不一定，我看心情，我不会一直这样子。哦，我会分享我的专业，但是我会看情况，不定期。好，哦，但是你加入，你绝对能分享得到。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加入好友分享讯息，这很重要。哦，有事没事你就给我加，怎么对立我不办？那老师，我只想做期货了，我不想做选择权怎么办？可以啊，但是你的方向呢，如果看不懂，转折不会抓的话，让我来帮你。
亚洲棋王当中讯息，仙人指路的智慧版，让你看得到也吃得到。讯息就是要给你方向，软体要干什么？告诉你转折。有了方向，有了转折，你的棋子当中当然就会赢得理所当。为什么？因为你的进出开始有明确的依据，你不会再自己自作聪明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真的不会做，你真的赔很多钱的，不要再撑下去了。好好的利用中场资讯，明天开始跟着我，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我讲什么你做什么，自然就能够反败为胜。把握中场资讯，我们明天见，谢谢各位。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古巷绿咖喱新上市。亲爱的投资朋友，亲爱的投资朋友，为了帮助全国投资朋友迎战棋子当中，迎战棋子当中，曾老师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欢乐组合套餐，迎战四支架，迎战四支架，棋王的当冲讯息，棋王的当冲讯息，再加上棋王的操盘软体，棋王的操盘软体，两项商品选一项，三个月28800，这两项商品任君选一项，28800三个月。两项商品同时一起选，三个月38800，两项一起选，两项一起选，三个月38800。迎战棋子刻不容缓，速拨迎战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여기서저는트레이닝을받아서많은도전을해야합니다 Go, go, go. Faster. Come on, you can do this. 무대에서기위해서 우리부모님을생각해서라도제가더노력할것입니다쉐이만요내사랑迎战棋子当冲操作，你必须用对方法，跟对专业人士，用对专业工具。迎战棋子当冲，欢乐组合套餐，棋王当冲讯息，棋王操盘软体，两样商品选一项，三个月28800，两项商品一起选，三个月38800。迎战棋子刻不容缓，是立即要做的事情。速拨迎战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古巷绿咖喱新上市。棋王团队棋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02-2578-3777。儿子爱吃肉，老公爱吃水果，婆婆爱吃菜，我用翠绿鲜带给家人满满的爱。迎战棋子当冲操作，你必须用对方法，跟对专业人。